很多人会觉得很开心，这个料子有籽。其实我怕十春九木，好久不见了，来给你带了好货，好东西的，看一下。疲劳了，这个也就是万事桌的，有点淡淡的春底，咸太多了。这料子看到没有，这种黑色的都是咸的。头疼啊，这料子多少钱？你先看一下嘛，没关系的。你先报价嘛。价格不高嘛，有点水头，但是有春我就害怕了。然后呢，有点显花压，但还有点泛绿。这种料子就是薄心比较高了，就是哐扔掉。说不定的，要是像不金色的话，真的是不得了啊。不要说金色的，进点飘花就行。这个我打点水啊。到时候看一下多少钱嘛。我们的老朋友哦，不叫价，给你们卖价嘛，6000块钱给你们。打的水，这个紫色就更明显了。我们看实形，这个地方薄薄的，这其实可以给它砍掉了。那只有厚的地方才有机会出手镯。6000块钱给你，给你600块钱。开玩笑的，我说6000呢，你都帮我去掉一个零件，平时啊过万呢、啊。过万怎么可能？神经病才会买这种过万的料子呀。种水还是比较普通。这个地方还行，看到没有，完全不一样的光感，它入很细的。接着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啊薄性比较大，所以价格就不能太高了。1000块吗？1000块啊，1000块钱，这个价格太低了，差的有点远呢、啊、差的远的话就没法谈了。说实话价格高了我不会玩的，因为风险太大。加一点好不好？1200，你让它加高一点呢，加200油，加300，加高一点，加高一点好不好？1500好吧。黑色的这一条线看到没有，就是表面上皮上的一层显太明显了，懂吗？显下面种水稍微好一点点，这边又感觉又有籽。很多人会觉得很开心，其实我怕，为什么十春九木就怕肿起不来，非常好啊，这个种、哎、你说这样的话我不相信。不能再加一点吗？加不了，1500能卖就卖，不能卖你去找下一家。行吧行吧，拿走吧，好吧，留给你。哎，这个料子我没有太大的信心。95，来点一下啊，直接上牛去切一刀吧。你这么切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太薄了，所以是说沿着这个地方接个盖子下来，夹不稳的。你斜着怎么去夹呢？我来。天然的山水画呀！哎呦我，春金卖都卖不掉了，这种东西没有公司，有公司还能退给他，做个摆件也行啊。至少还是翡翠原石。看这个地方是有淡淡的春的，没用，退了，扔，打水漂。